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啊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款不同类型的小马扎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两款哪一款更便携，哪一款更坚固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先来看第一款，号称叫金工小马扎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啊。看一下，我们常见的是小钢管，上面是这种布袋，这样的一种造型。看一下第二款，这款是塑料的啊。这是第二款，两款小马扎呢都是十几块钱，大家可以通过猫粮优惠券去搜索关键词，可以领取隐藏的优惠券啊，价格会更便宜。先对比一下大小啊，价位是差不多的啊，看一下，明显这个军工的小钢架的马扎要更大一些啊，高度也是的，侧面也是的。这个小马扎打开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像这样的啊。一下撇开就行了。这款塑料的它这可以方便拎起来，它这只需要往外拉上面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使劲的拍一下就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样就很牢固了。变形性呢来看一下其实差不多啊，但是这个这款更小一些啊。下面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两款小马扎哪一款的稳定性更好，哪一款小马扎更坚固。下面呢我就来坐上去演示一下啊，这样一款小马扎这个左右晃还是比较稳的。看一下塑料的这个啊，这个塑料的比较矮啊，这样的感觉起来它这个不大稳定啊。但是看一下坐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前面的一种条，也是没有问题啊，但是它中间这个位置就容易往下凹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像这款可能就不大好踩了吧。这款也没有问题啊，外出携带哪个更方便啊？下面呢，我就准备了两样东西，这款常见的女士包包、男士背包或者说是电脑包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板凳能不能够放进去。肯定是先试一下这个小的啊，这个是小塑料凳，先试一下这个女士包包，不知道能不能放得进去啊？空间看起来不是很大啊。看一下啊。差了一点点啊。但是塞不下，这个女士包包是放不下的。下面测一下这个男士电脑包，直接就进去了。看一下啊，这个好像要大多了啊，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它放进去啊。也是能够勉强塞进去的啊，也就是说从便携性来说啊，两款其实都差不多。今天这两款小马扎就叫了啊。